们先松一口气啊，关心其他的比较轻松、高兴一点的消息。不过这高兴也是别人高兴啦，也不是我们自己高兴。这是今年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开出来，台中大雅有一座加油站，好像有一位阿伯只花100块钱加油就得到1000万的奖金哦。加油站特别提醒阿伯不要忘了来领奖。这名头戴安全帽、骑着机车加油的阿伯，被加油站比对出，上个月27号下午只加了100块钱的汽油，居然就得到统一发票特别奖1000万元。隔一台的话，就是一台汽车，自小客车。哦啊，刚好的话，第二台的话就是开出千万发票的那个大奖这样子。加油站被国税局通知开出了特别奖的发票，站方相当高兴，沾染了中奖的喜气。不过也不确定阿伯是否会去领奖，而前来加油的民众得知到加油站开出了发票的特别奖，更是希望下一个得主就是自己。我知道这边有东兴路亚，谢谢。您知道这边有人就中了1000万吗？哦，知道啊，他只花了100块钱。对啊，这张尾号8354的特别奖发票，只花了100块钱的汽油就得到1000万元的奖金。加油站虽然无法得知阿伯的身份，也不确定阿伯是否知道自己中了奖，但还是希望这名阿伯不要忘了去兑奖，免得错失得奖的时间。中天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